是看袂烦。多情若是一定心痛，我嘛早就已经无感觉。爱着你的人，偏偏安排我，假使痴情，真正是无好脚爪，是安怎？谁人讲我就讲袂听？痴情若是一首爱歌，伤心是我的歌名。情若是一种宿命，我敢真正无路通行。想人叫我来。好过阿成，我知。恁带一班的人去草头路去拍。期待电话直接来抢劫阮公司。咱主要是要把王守义救出来，卖了其他的手段了。我知。文杰，哎，你留来看公司。另外调一挂人去顾阮厝。我来，我知。叫人陪你回去我遐休困啊！若有守卫局的消息，我会随甲你通知。唔免啦，我留伫遮等就好。我，对啦，嘉玲咧，那无看到伊人？是啊，咱无看嘉玲啊。乖，嘉玲早就离开啊。离开啊？伊是毋是离开的？离开差点外钟啊。嘉玲，咱咪是早转去红牛遐，甲红牛通报什么消息？应该是没有这个。只假万一，万一嘉玲若真是安尼做，这个时阵，伊若搁再去找塔洛，还是红牛因，恐惊会真吃亏呢。嗨，大家好。安奈，大家拢面啊青顺顺，是发生什么代志哦？我唔是叫你咧阿华身躯边照顾阿华，啊！你是转来要创啥？对啦，我是专工来带吼，你报告阿华的消息啦。阿华是有安怎许？无啦，阿华真平安啦，只是去教堂做修女啦。是啊，阿华要做修女。是啊，所以吼，我赶紧转来你报告，看你无去管理无。阿芳啊，你即马到底是讲真诶，还是讲假啊？真实的啦，我顶咧酒桌，我讲拢是事实的啊。我是假意甲客户也好，然后找机会脱身，转来向你报消息的啊。客户也因马上就要带人去抢咱伫个海边啊仓库啊啦，要信不信？实在你啦。骗我的是不较好。好吧，乖。哪定哪联络人？叫所有兄弟拢挂。今仔日我红牛要办张开除小鬼，要将客户去订人，拢给我合起来，给伊落油顶。起来。Thank you.
你敢若凭这张字条啊，就想要将王秀仪娶走？顶冠有红牛大的特殊印记，你家做阵遐侪年啊，你应该认得才对啊。当年阮北门十二生肖结拜换帖的时，隆重开十二罐洋酒庆祝。后来阮侪人留一条酒桶来做纪念，而且伫酒桶仔顶刻上自己代表的生肖做印记，嘛会当代表阮兄弟。有重要代志联络的暗号，这我知啊，所以我你当然嘛知。你待伫个阮二哥红牛的身边遐尔久，算是伊的心吧。这个秘密你当然嘛知影。也毋过你对阮这十二条酒塔因个特殊地因个用法，你都无了解。阮对因的方法是以十二生肖、十二个方位，伫咧用的，甲一般人完全拢总无共款。所以啊，这张字条啊，是假。绝对不是阮二哥红牛交代好，而且你阁疏忽一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那是阮二哥交代你来带走王秀仪，起码嘛叫两个囡仔对伊啦。伊若无凭你一个查某囡仔，是嘛有法当带走一个高强大汉的杂波啦？那安尼，你着对我这个查某囡仔估计错误了。真正世间两个无啦，放假煞会有啦。阿华只不过是回去甲院长讲几句话，你着讲伊回去要做小女，啊，你真正有影？我也知，我看华妹妹哦去教堂的，甲一个老修女，其实讲几半步，佫讲到目屎流，我才认为伊要去做小女啦。洪哥啊，啊你嘛小拜托个，莫定定安尼舔舐三军，啊骗大家兄弟仔去海边仔，我哭袂顺。啊！你是伫哭晕了啦！客户，恁秀仪姐，妈，哎呦，要叫秀仪姐唔较简单，啊！如果咱出镜头，卡一个电话110，叫警察处理就好啊。安怎？我有讲唔对啊？人讲哦。警察是人民的保姆，咱的人去用压去，叫警察去来救出来，这是咱做百姓应有的权利呢。什么权利？莫用笑死也好，啊，咱将来也莫交所得税给政府，啊，凭啥叫警察替你服务？吼、哦，有影就对哦。啊，不过，道不同，不相为谋。咱乌道是打草的，因白道是穿鞋啊。你有敢捌见过有人打草的？搁穿袜啊，除非是了白啊，啊那无，那乌道甲白道咧交接的道理。因白道是光脚，步步向前行；咱乌道是牵高的人，步步倒退行。所以还是莫甲因交叉较好啦。对啦，若无到时吼，要哭无目屎，要哭无落来。甲红牛因哦，因讲的都好，唔通动拳头去道枪。咱只要因哦，甲恁秀仪姐放倒来就好。这代志哦，嘛无你想的遐简单。啊，不过你嘛免烦恼啦。因若真正要对秀仪姐不利，因早就动手。因主要目标是我。因只是要利用秀仪姐啊，来甲我周旋利益。
所以，钓钓佚佗，真正是害亲戚，害厝边，条条大大细细，拢受伊的牵连。阿华，进前大兄对你发脾气，会故意开嘴要赶你走，迄是因为……你莫阁解释啊！事实上，我已经大汉了，我也必须要去外口，好家己趁钱生活。妈，阮高丽院的院长已经替我介绍好，要到南部一个民俗村吃头路，我今仔日就要落去。这张地址给你。你若是有闲，一定要落来看我。要是你来跟我斗阵住，阿华。阿华，阿华。算了啦，回去啦。正前我会将伊赶离去我身躯边，迄是因为我顾虑着，我甲头路有一场大仗的，我根本就无希望伊受到牵连。即摆去南部，嘛拄好会用缓慢顾虑伊啊。大家准备一下，接完的计划出发，去抄头路的拍布，啊，甲红牛长口。我塔路啦，恁家玲顶嘛伫个我的手头，你敢有啥物甲伊讲呢？客户，莫讲我啦，无论啥物要求，拢莫插伊啦。客户，你有听到无？有听到，有听到恁家玲的声音无？你即马随时甲恁爸过，单独一个。呀那无哦，我着你参袂听闻，到时你着会真后悔哦。我着你搀下疼买，到时你着会真后悔哦。哎，阿力奇，是谁卡的电话？有什么代志哦？无啥物啦，从正前的计划全部拢取消，我代志要单独做。计划，把秀玉姐给救出来，你等我的消息。这阮大个甲你轻车细碎，是伫讲啥？伊讲，伊个想法，甲阿秀伊救倒转来。
哎，人咧讲啊，老的老布丁，也少年的较轻呀。我读起啊，年纪也有啊，不比少年时代啦。这回啊，我为来你也出来，好佳哉有恁这斗阵的，伫斗小天照顾。啊，若无我读起啊，有可能落魄个，会去困街咯。他家大那就遐尼啊客气，你不过是大牛小人尔尔，也若无天下哪有轮到阮二个当世？今仔真感谢他家大你，来，三一杯啊！他家大，等下客户也若来，再我麻烦你出一只卡钱。没问题啦，这件代志交给我处理啦。就算讲伊是替派，都无伤着命。你怎样跟我十六年前所杀死迄个江进汉生出这么江面？敢讲这是好政唔断，歹政不断？你就是江进汉的？无唔对，我就是江进汉的大后生江铁辉。以前我亲目睭看到你杀死阮阿爸，今仔日我一定要好好跟你算一笔账。
嘉玲，我死了，三哥，小子，我，嘉玲，你给真聪明，回头说话，我就上你去病院。愿意等一个人讲心情。